你咋来了呢？那你也不回家，我不得来看看你吗？你说你俩都要结婚了，我连你对象面都没见过，那我不得来了解了解吗？我去开门。我还喝点水。老公，认错人了。谁呀？你自己看看去呗。爸，我去开个门啊。说，你喝水。嫂子，哎呀妹儿，咋这表情呢？嫂子来就不是时候啊，确实不太是时候啊。老公，咋还把我关外面了呢？叫你的吗？叫我呢吗？我叫你的呢，老公。认错人了吧？那还能认错吗？老公。老公，这姑娘到底是谁呀？她是。我妹妹说啥呢？喝酒了？已经别说话。媳妇儿，那个我的人品你相不相信？信呢。那邻居有难，咱是不是得帮忙？得帮。洋洋和她男朋友分手了，因为你啊？是不是因为我？因为吧唧嘴儿。谁是吧唧嘴？不是谁，是。明白没？明白了。谁跟你扯这个了？那个，那旁边那个老头是洋洋他爸。洋洋他爸要是知道洋洋分手了，就要把他带回老家。洋洋不想回老家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洋洋的男朋友，你就是我的妹妹，明白了吗？知道啦。亲兄妹啊！啊！长得不像啊，不是一个爹，不是一个妈呀，啊，异父异母的亲兄妹，叔白的，啊，那对，没出五福他都是亲兄妹，对，他怎么能管他叫老公呢？说，我可以给你个合理的解释，你说，我呀。爱吃河蟹，然后每次吃河蟹吧，我就老爱吃公的，专挑公的吃，所以他们就给我起个外号，老吃公河蟹，简称老公。叔，你信不？孩子，就你这个解释吧，啊，那我应该叫老母啊。啊，那俺俩能吃一块去，叔。哎，姑娘，那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？啊，我从隔壁。哎，戈壁滩，叔你知道吗？那我听说过呀，那边不是大沙漠吗？沙漠，姑娘，你从沙漠过来就穿这身啊？啊，我们那边都这么穿，中午不是热吗？啊，那你晚上可得多穿点，要不到老了呀，它都是病。姑娘，那你这么大老远过来是干啥来了？啊，这不听说我老哥。和我嫂子在家挂照片呢吗？我寻思这么大个事儿，我得来看看。这挂个照片，至于你从戈壁滩过来一趟吗？我们家族对挂照片这个事儿比较重视，重视等同于婚丧嫁娶。对。哎呀，啥照片啊？啊，那个我的照片照的不好。是那个妹妹，你看你来的不巧啊。不挂了，快把照片拿着吧，咱回沙漠撇了去，走。哎，等会儿，我瞅来。哎呀，爸，别瞅了，没人样了都。那我看看多没人样。我转过来，我让你俩把照片转过来，过来。叔，照的不太好，你就随便看一眼得了。哎呀，你搁这斗牛呢？把照片转过来。这啥呀？啊，情侣照。我知道是情侣照，我是说你对象呢？啊，对呀，啊，你呢？对呀，啊，我呢？你别问我呀，我从戈壁滩来的。